短笔，匕首的一种，笔短刀，短剑更为短小，刺砍两用，且适合藏匿，大多作为近身格斗之利器，因此时常出现于贴身防卫或暗杀等凶险状况。由于其手之形状类似于笔，也就是古人取食所用的一种器具，所以才有了匕首这一流传千古的称谓。另外相传早在尧舜历史时期就已经有匕首出现，